声隆隆来回舞动，正月初一舞龙现祥瑞，祈求风调雨顺贺吉祥。真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在我进入慈济到现在已经进入四十五年了。上人说时间匆匆，那么不停留，希望我们能争取珍惜时光，好好的精进。寒风冷飕飕，200位志工内心热情温暖，连线金社全球拜年。我们会把握当下，步步踏实。好，跟司工上人挥挥手，来，敬爱的上人、金社师父，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，大家好。50多位大小志工也有全家出动，新年齐心发好愿。爸爸会给我们钱投进竹筒，我的奖学金和压岁钱也都存起来，一起捐给施工帮助需要的人。新的一年我们会更精进，把握分秒，弘法利身，让爱传出去。小小爱心点滴汇聚，点亮自己，温暖有需要的人。我和阿嬷去帮一位96岁的独居爷爷过生日，我们走路回家，把省下的车钱投入日行一善的存钱筒。我以欢喜心将压岁钱捐出，弘法利身。自小阿公就告诉我，布施是最大福。小菩萨很开心，你们开心，我也开心啊！期待呢，哪一天小菩萨小团体也可以回花莲来哈、哦，那祝福你们哦，要认真，要用功，要听话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台新闻萧志杰、张略佳综合报道。